七岁生日，可是没关系，你花很漂亮，我很喜欢，很喜欢。Hello， 大家晚上好。Hello， 卡丘，谢谢卡丘祝我生日快乐。啊，最后怎么感觉怪怪的？很可爱耶，谢尚婷，我记得你是怡真的粉丝。Hello， 宝特瓶，我的妈呀，好蠢，没关系啦，有心意最重要。Hello， 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我刚刚在直播前吃了一下晚餐，因为我今天有很多话想要跟你们说。Hello， 大家晚上好。Hello， 保护队。没有，我有准备晚餐，可是我刚刚吃了很多，因为我今天有想要跟你们说很多的事情。Hello。刘海习惯了吗？还没完全习惯，可是有抓到怎么整理，还有怎么弄比较好看的诀窍。对，可是我觉得刘海要小心弄，因为我今天就因为弄刘海烫到，不小心烫到额头，就一块一小块淤青这样。谢谢金佑送的，看好你哦。我现在在跟我妈传讯息，因为她说下雨天要坐计程车比较安全。刘海小心一点啦、啊，还烫到，就小块啊，它好像有留一点吧，可是那个好像没有说到非常的深。他的额头部分我帮你摸一下就好起来了，太夸张了吧？夸张。哎，很多人都说我刘海比较好看哎、欸，现在刘海也太可爱。我刚才整理的。你们喜欢我刘海吗？你们觉得我刘海好看吗？谢谢露露送的 love， 生日快乐，谢谢。你刘海比较正，真的吗？有不一样感觉，不是比较好看，是很好看。谢谢。生日会跟快闪的照片，差点找不到玲玲，刘海太小只了吗？昨天的刘海很完美，谢谢。那今天的呢？但我不知道什么今天的刘海特别完美，然后今天就这样。但是生日会是我刘海第一次亮相哎、欸，吞下去再讲话啦，大家不会催你。没有啊，我已经吃完了。谢谢切尔东送的生日，谢谢切尔东送的新之冠，没有什么比较好看的问题。玲是绝对好看的、啊，谢谢草莓酱，你嘴巴好甜哦。昨天很可爱，所以今天不可爱了。生日快乐，希望卡片你会喜欢。好，我等下去看。谢谢飞宝送的星之冠。哎，我问你哦，你们有人说玲生日快乐，谢谢。我是觉得我刘海长得像邱淑贞哎，连续看到玲玲三天，开心。
看到我开心没开心？我要把这晚餐吃完，我就要涂口红。今天玲玲刘海99分，差一分，因为玲玲不在前面。谢谢，笑死，差很多吧？你说不像吗？我觉得有点像啊，而且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就是我爸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是因为剪刘海还是因为换发型，他说我脸有变小，他说我变漂亮了，就是，我之前的脸是有点大，然后中分就看起来脸大，可现在脸就看起来，就是有变小的感觉，有变小趋势啊，有吗？还是一样大？好吧，算了。有哎、欸，是不是？邱淑贞，你是说以前的海报照吗？什么叫以前的海报照？林今天是公主风格，这叫妖风。我今天我用妖风。你现在脸看起来很瘦、欸，说之前怎样？我没说之前怎样。对啊，我今天的看起来，我现在脸看起来是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欸，可能是因为转变吧。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好开心哦！我来说一下那个猜拳大会还有生日会新的好了。玲玲生日会有没有？跟家人特别庆祝呢。谢谢 Polo 雨枫，祝我生日快乐。领生日餐会的装扮差点认不出来，什么啊？谢谢蔡澜送的星之冠，蔡全的生日会。都拍不到玲玲，为什么？你们知道我生日我猜拳大会的时候就在琪琪，就是雨晴前辈旁边，然后就小小只的，然后他又说我很害羞很可爱，然后就有人说我很乖，然后很可爱，在猜拳大会的时候，小小只的，不同发型和阴影会改变视觉习惯，可是玲玲脸本来就很小，脸那个。也还是那个玲玲啊，怎么会认不出来？我太后面了，那也可能是因为我长太矮。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因为他其实这边还有帮我剪一点层次，所以我也觉得我好像有刘海比较好看。可是我觉得我要刘海的话，我应该要就是空气，不能说很厚。零要穿厚底鞋，垫很多鞋垫那种。没有觉得你不乖，我没有说你们不觉得我乖。今天发型跟服装很搭，很公主风，真的吗？尚婷，你怎会突然想要送我花？因为我之前都没有看过你来看我直播，然后你就生会就突然送我花，我有点吓到，我想说，你不是一三学院的粉丝吗 ？Hello， 欢迎战士，谢谢朱里安祝我生日快乐。谢谢朱莉安送的枫叶。
想听玲玲的话。我的话，我什么话？你说，大家都有话。先去吃饭了，拜拜，拜拜。谢谢偷摸送的 kiss 啾啾，我觉得谢谢爱打咏春拳的小轩送的告白气球。生日会和快闪呢？哦，生日会吗？就是我是第一次参加生日会，16岁生日快乐，谢谢。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种感慨吧，就是要16岁了哎，不用再就是跳的时候被赶下台。然后就16岁啊，就有一种要长大的感觉，因为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16岁是一个很特别。谢谢一层送的枫叶，一层，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妈刚跟我说，我妈妈刚跟我说，就是下雨天叫我坐计程车，然后我跟她说，哈，我不会用5588，然后公司附近也没有什么，就是便利商店可以就是叫车的，然后就请她帮我叫，她就说。请那边人帮你叫，不会啊，你要不要帮我叫车？然后我9点结束。可以求喝吗？没事。啊？什么意思 ？Hello， 阿仁。要开始慢慢成长了。15岁这年一年有什么收获呢？15岁这一年有，我觉得15岁是一个让我转变很大的一个年纪，就是差一年真的可以差很多。就是14岁的时候，就是还是小孩，小孩子。也许妈妈是为了让你自己学习自己叫车，我会叫车，可是我不会用5688这个东西。谢谢阿元祝我生日快乐。就是14岁，我真的是一个还是就是很幼稚的小孩。可是15岁，就是因为进了 AKB48 PP， 然后就变得有点长大的感觉，然后才发现我还是个在大人眼里的小孩子。卡痰，我还是一个在大人眼里的小孩子。然后5688。我就不会用那个软体，很难用哎，学一下很简单。不会的话，公司很多前辈可以教你，不用 app 打电话叫车，打电话可以吗？你知道我就是上次因为打5688，然后他就跟我说不行哦，要转车什么转，就是要转接，我就不会用啊。我想说，那我下载5688软体，哎、啊，我就不会用啊，55178，唉。路边直接拦比较快嘛，公司有吗？哦，还有我最近还有一个故事要跟你们哦，小仙讲我十五岁，然后进来，然后才知道我在大人眼里是小孩子，然后就还是小孩子啊，就这样、啊，就只能这样、啊。可是因为知道这个，才知道自己有多笨，然后呢？就这样子，然后在学校有很多事情啊，什么，跟同学之间的相处啊，人际处理啊，人际关系啊，然后怎么去应对啊之类的、啊，超官腔的那种，就是对，然后就靠我自己的能力处理很多事情，可是也没有很多啊，就是一个，我觉得15岁是一个很酷的，就是发生很多事情，可是16岁。就是感觉就是要更稳重，你知道吗？
加油加油！哎，你在家吗？帮我问一下我妈啦，就是轿车的部分，询问一下轿车要怎么办。我觉得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麻烦啊。可是又为了好看。稳重哦，没有啊，因为我现在太不稳重，所以我是说稳重的部分是在做正经事情的时候，就是可能玩的时候可以还没问题，可是在做正经事情的时候要稳重，不是说真的就是很稳重，我没有很急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实在是太不稳重，就是有点那种小孩子，还是有那种小孩子的志气在。天气，然后又那么晚了，然后这次回家有点危险。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晚上在客厅啊，迟到虽然是可以有志气一点啊，不用把自己憋那么紧。好，就是我昨天晚上在家，我就滑手机，在客厅在滑手机，然后我旁边的灯它自己关掉，然后。我直接被吓到，我直接开我爸的房门说：“爸，那个电灯自己关掉。”他就跟我说：“跳电吧。”然后我说：“是吗？”然后就问我弟，我说：“是怎样？”他说：“是跳掉，他爆掉了。”我说：“是吗？是这个问题吗？不然我真的会被吓到。”Hello， 笨玩。对对对，就是要偶尔在这些场合把玩心收起来。我就觉得有点挫折嘞。什么叫看看其他学生？我已经觉得你很稳重，他们也很棒，好不好？笑死！我不知道是跳电还是直接，很可怕哎、欸，超可怕的，很可怕。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前几天灯管烧掉，所以是确定真的有灯管烧掉吗？你怎么确定的？还是所以你有遇过吗？一成，所以你有遇过吗？那个电视也是啊，突然看到一半关掉，然后什么无讯号、哦。谢谢保护在上的剪刀手补。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前几天和朋友去骑脚踏车。去那个彩虹桥骑脚踏车，我跟你们说，我已经好几百年没骑脚踏车，在十五岁到十六岁的生日，终于骑了脚踏车，这一年来第一次骑脚踏车。我跟你说一件很蠢的事情，那要是跳电吧？没有说一件很蠢的事情。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超级扯！但是我跟我朋友去骑那个彩虹桥骑那个脚踏车，我们就借 U bike。然后我就一开始就骑，你知道很扯。我们本来是从彩虹桥骑一下到这边，这是彩虹桥，然后骑一下到这边，然后骑回来，然后我们打算绕另外一边，然后我们就骑到这边，然后我们就绕一大圈。然后之后我就问他说：“你确定有骑对地方吗？”他说：“哦，对啊，就是，哦就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对啊，我们没有骑错，我们就继续骑，一直骑一骑。然后之后就觉得，我那个朋友觉得，怎么怪怪的？他就问别人，他说：“哦，这是哪里？”然后我们骑到了圆山，我们骑到了士林，哎，我们骑到了士林。我们从松山骑到士林，然后已经骑到晚上了，然后我们不知道路，我们就是随机问路人，然后我们就是学习怎么生存，然后因为那一次我就学习到很多事情，然后我朋友还因为这样跌倒摔倒，然后我们还去跟别人借药膏啊，借 OK 绷的，我就是我和朋友两个小女生自己去应对这些，
就沿路问路人，感觉很好玩，就是野小孩的概念啊。就是很皮呀、啊。可是现在李宁还是在可爱甜美的外形，以后可以慢慢走向你想要的型。我想要的型就是甜美可爱啊。我现在也不能，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很蠢欸，小孩偶尔皮一下比较好。对啊，我跟我那朋友在一起就变成皮，是不是？我们超屌的，就是直接起哦，就是没有任何的，跟朋友边聊天，然后我们就一直起一起。谢谢保护在上的剪刀石头。林这次睡衣。林这次睡衣有深陷吗？有啊，而且我跟你们说，发现我小时候的时候有被害妄想症，所以我希望我16岁的时候不要再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十六岁以前就是那种，只要遇到人我就很退缩、很害怕那种。好像现在也好像有一点啊，就是很内向、害羞的那种。可是我希望我现在不要那么有，就是。很容易害羞的，小女生的咬这个字要少用。我没有，我刚刚没有用这个字啊，我刚刚没有那个字啊，我刚刚是说就是聊天骑车本来就很容易骑过头。对啊，而且他是骑，我们完全骑反方向，我们直接绕一个圈欸。是吗？没有啦，我觉得我没有到，就是可能有点接近，就是可能，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跳的时候，卢卡，我就是有这个动作这样，然后卢卡就直接把我手砸住，我想说你干嘛那么怕我？我没有打你，不然你们原本想骑去哪？我们本来就直接。我们本来就是要从那边骑过来，又绕回去原本的地方。可是我们好像就绕了一个圈这样。而且我最近妆也变了，比较橘一点，没有那么像之前一样那么粉。谢谢保护队的剪刀手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我最近的妆有点变。什么战战兢兢？什么什么肌肉俱乐部战战兢兢？谢谢保护在送的剪刀手布。糟糕，没看出来。哎，什么没看出来？什么 ？Hello， 小杨。就16岁就是一个特别年纪，我就很期待耶。妆吧，对啊，我刚刚他就直接把我手抓住，我想说我又没有打你干嘛？因为16岁可以接到，因为16岁这就是可以接到比较多的工作啊，你们不觉得吗？就是15岁感觉别人还会嫌你，厂商可能就会嫌你，就是哎你年纪太小了，或是什么别人就说哦你才15岁，你还没16岁啊。然后什么地方打工啊？都说哦，你没有16岁，16岁感觉是一个法定年龄的一个，18岁这，16岁这里，就这种感觉，就可以做比较多事情吧。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手布。对啊，就不用舞跳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那么早下台。
谢谢朱莉恩送的枫叶。为何觉得你15岁跟16岁没什么差别？啊，什么意思？没什么差别，不小孩啊。有 ，Oh my god， 我15岁的时候是小孩子。然后怡珍前面也跟我说，我一开始进 AKB 的时候，中分的时候很小孩子，可是因为留刘海，然后又16岁，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小孩子。谢谢一晨送的枫叶。成员的工作机会也是啊，15、16，这你知道15跟16真的有差，它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你们知道吗？你说16真的就比15好啊，你懂吗？谢谢宝贝送你讲的手部。哦，天哪，发型哦，是有那么一点点啦、啊。对啊，你没有看我国中的时候跟高中吗？刚满16都这样啦，我以前也觉得国中跟高中差很多，可是我现在才高二，我要升高二，我才16岁。可是你们知道奇怪的事情，就是我明明就比我同学年纪还要小一两，就是那种他已经16，我才15的那种，可是我却比他们成熟，然后就变成说我很融入不进去。林海涵刚才也是这样限制，对啊，16岁就真的比较可以接到比较多的活动。对，是我改变很多。你们没有看我第一次直播，我第一次直播好像是我第一次好像是15岁，跟现在比有差吧？什么谈吐之类，就是又有人跟我说我现在又比较会讲话一点，就是还是没有很会讲话，就是我比之前讲还会讲话。前辈，因为我年纪，谢谢保护在上讲手部，因为我现在年纪，因为我现在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年纪在群里面还算小嘛，然后我又是那种很害羞、很容易害羞、内向的人，然后前辈们又喜欢那种可爱的那种小小子的，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还蛮受到前辈们保护还有照顾的，就是不管是任何活动还是面试什么的，前辈都会就是特别盯我，或是特别问我，你在跟上进度了没？尤其是我们像我们 Daisy 组最照顾我，尤其是柏林前辈跟某某前辈跟徐雅前辈，他们三个真的是很照顾我的那种，就很感动，我蛮感动，可是他们也跟我说，就是你不能一直依靠别人，你要独立啊之类的。其实我蛮独立，可是我比较不会，就是还是需要别人依靠，可是我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是还没有到那种完全独立，你们知道吗？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不是，就是我蛮感动一点，因为就是我觉得有点，就是前辈们有点照顾到我会，就是有点不，就是太，就是会觉得有点，你怎么讲，就是有点对不起他们吧，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可是我就跟前辈说，可是也不是只有我做不好之类的，他们说也是啊，但是你就是比较容易让人。我就可能是比较容易让人担心吧，就是也很多人学姐啊都跟我说，就是很怕我被欺负，什么人善被人欺有什么事，笑死！谢谢宝宝在送我讲什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
我也没有给我自己其实很大，应该是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太大嘛。因为我朋友说，我很常说我什么压力，但是也还好啊，就是真的也没有说到非常的像大人一样大，就是也就是也没有啊。哦，可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可是人本来是需要压力，不然不会成长是吧？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给我自己，就是非常大，就是刚好就好。因为压力是一定要有的，这样，因为你才有动力，是吧 ？Hello， 好多人来看哦，我来截一下图好哦，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好像有在许一个小愿望，就是我希望我12岁的人缘可以变好，就是处理人际关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狮子座嘛。Hello， 紫竹，竹竹来了，就是我也截了图，好，再传给我，因为我觉得，玲玲，嗨，怎么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讲什么？因为我觉得我15岁的时候很不会处理一些什么人际关系什么的。你很好啊，什么什么东西啊？祖祖，你不知道快播吗？祖祖，因为我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要播了。不会啦，什么东西？祖祖，开播来看人家直播，很可爱啊。祖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就是长得比较高一点，但他个性是可爱，人很好。谢谢祖祖送的玫瑰。祖祖出资了没？祖祖不是一直想要有粉丝团破11吗？12？那个混蛋每次有成员直播都不准时。第一次被说可爱，没有，因为我爸有看你直播，然后就跟我说祖祖很可爱啊，懂得很多，然后都会害羞，害羞什么啦？我要比害羞比你还害羞，好不好？我是看到人都就是低着头，然后很没自信。因为祖祖跟我，就是我听别晨晨跟我讲的，因为晨晨问说祖祖说我的个性怎样。然后祖祖就跟晨晨说，我的个性是很没自信，然后很容易害羞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讲就是人际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一直都不是出在努不努力，我的问题一直都是出在人际关系。原来祖祖是要抢阳光，抢什么阳光啊？是我没有那么不阳光。我是说。第一印象哦，那认识之后呢？认识之后呢？那如果那是第一印象，那认识之后呢？保护队一语道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啊？抢阳光是怎样被发现了？小疯子吧，小疯子，小疯子 ，Hello， 是啊，如果跟我熟的话，就可以看到我很没有形象的一面，就是很疯，就是什么丑照都可以的那一种。谢谢 YM 送的掌声鼓励。所以活动上发呆是在怕什么？没有。就发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哎，现在要干嘛那种？我跟我们演了一下，就是，现在要干嘛？好了啦，祖祖拜拜啊，要去播了啦，抢阳光嘞，拜拜。放下我包的概念吗？放下我包吗？你说跟手对，如果跟我很就是如果我朋友跟我很熟，就可以看到我那种
完全没有偶包，完全很嗨的那一种，什么就是讲话都口无遮拦的那一面，但是你们可能看不到啦，你们可能看不到，可是你们也有看到过啊，第一次直播，笑死。突然觉得玲玲超级无敌稳重，像梦像祖祖，没有啦，祖祖不是不稳重，祖祖是很嗨，他是嗨，他是容易嗨得起来的那种。可是我是不容易嗨得起来，所以就是相对比较稳重。但其实有时候我还是就是很不稳重的点，就是容易忘东忘西啊。可是祖祖就是会准备好的这种。第一次不是最可怕的吗？什么不是最可怕吗？我觉得不是第一次最可怕，我觉得是穿咖啡色衣服那一次比较可怕。你还记得那一次吗？那一次才是我真的就是很，就是那一次应该是说那一次是被你们看到我比较负面的那一面。那现在就比较还好，玲玲嗨了，感觉你比猪猪有爆发力，日语道破，有，我有潜力，我有就是嗨的潜力，但是你们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嗨起来真的有点可怕，就是有点。很可怕，对，就是可怕。有时候活动上偶尔可以嗨一下。所以我说嘛，奥奇森最正常是安安，可是我觉得安安有点太乖，就是他乖到这种。我来模仿一下安安，好了，趁机模仿一下安。谢谢滑头送的 love， 谢谢 YN 送的掌声鼓励。直播一个人很难嗨，没有，有些人一个人可以嗨的很嗨，就安安是这种。这种就是可以，就是冷静到一种让人觉得可怕，就是，对啊，安安就是很稳重，因为他就是很稳重，因为我之前有跟他好，就是我之前有跟他相处过，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他会在任何时刻都保持在一个很稳重的状态。安也是可以很嗨的好吗？可是他嗨是要看他的看人吧。那是安安的性格，对，他就是乖啊，只是难触发而已，难触发。Hello QQ， 我来涂口红，这是我朋友哦，这是我朋友送我的口红，因为他说我没有，因为我朋友对我很好，就是有，因为有一次我就涂口红，然后就觉得说，我觉得你这口红好红哦，太红了，然后拿出一个这个。他说：“我这送你，我才没有用多久，这送你，这颜色很好看。”我刚涂这边有点太红，不好看，对不对？玲玲没有说十六岁的暴富的目标，我刚，只是十六岁，我希望我可以更会处理人际关系。对，我希望我十六岁可以更会处理人际关系，不够显色，可是对小女生来说很够。
可是他也不觉得有人讨厌。谢谢 YN 送的掌声鼓励。偶像跟粉丝一样，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要更会处理人际关系一点，然后然后该清纯该幼稚的时候幼稚，该成熟稳重的时候成熟稳重，不要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很稳重的状态，就是要看场，更会看场合这样，然后更会就八面玲珑一点，就是你们知道八面玲珑吗？还是一种优点，也是一种缺点。谢谢洛璃笑笑，为什么要笑笑？谢谢洛璃笑笑的石头。八面玲玲，八面玲玲，八面玲玲。我要来猜拳了。我在猜拳。负平平胜，负平平，我觉得这胜率真的超低的啦，讨厌。我希望，因为听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成绩有是二期生里面的第一嘛，就是排名第九，然后我希望我这次可以。在前面的次数，就是不用很前面，但是至少是在前面的次数，我就可以很开心。毕竟都参加两次猜拳大会了，你们说是吧？我参加过两次，可是我第一次的猜拳大会就是比较害羞，然后就是比较话比较少，就是乖乖的，就是跟着诗雅前辈。可是第二次也是乖乖的跟着雨晴前辈，可是第二次就话比较多，比较嗨一点这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爸跟我讲的啦。然后就是比较多看镜头，就是看粉丝的镜头，然后给饭撒这样。嗯。然后我现在在猜拳。毕竟我想要在这边猜拳，因为我觉得猜拳大会好像就是一个，它也是一个活动，但就是小活动，可是就是还是有一个展现机会，你们懂吗？然后我现在还在猜拳。脚手部，脚手部，脚手部，脚手部。而且我第一次猜拳大会的时候，我不是就给粉丝拍立得嘛？可是第二次因为就平手，所以就，唉。今天剩的蛮多的我觉得今天胜率比之前还要多。可是因为那天是我生日吧。Hello， 阿里来了吗？谢谢随机送的玫瑰，宝贝生日快乐，爱你，婷丽，婷丽我爱你。我在猜拳。好了，猜完了。我看到我的零在直播，就再来祝福一次。你的衣服很好看，谢谢。爱你们，我爱你们。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觉得我很幸福，可以跟，就是可以在 KB， 就是在 TTP 过生日是一件我蛮幸福的事情，我觉得很幸福。阿里好温柔，我有没有很照顾灵儿？我喜欢婷丽，婷丽我爱你，我爱你，爱你，爱你。其实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嘛，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我是在家里是最大的姐姐，然后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我亲弟弟，一个是我堂弟，然后我跟我亲弟弟我们相差两岁，然后我一直很想要有一个姐姐，是比我年纪大的那种照顾我姐姐。然后我就把婷丽当成我的姐姐，然后婷丽就把我当成妹妹，因为婷丽也说她要想要一个妹妹，这样二期生都很和好。对啊，
继续好好的开心成长，玲玲姐姐好。棒棒的，婷丽很多妹妹吧？婷丽很多妹妹吗？婷丽很喜欢妹妹，就婷丽很喜欢那种年纪比她小的那种。哈哈，我喜欢弟弟妹妹，我一直很想要一个姐姐，然后我就把婷丽当姐姐。阿丽姐姐真的很会照顾，因为我希望我以后也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就是像雨晴前辈那样。我觉得婷丽有那种雨林前辈的风范。谢谢 YN 送的掌声鼓励，二期生的雨晴，要多跟阿丽姐姐学习。OK OK， 就是温柔的部分嘛 ，OK 的。很和平欸，超和平。希望阿丽可以继续照顾玲玲。玲，我有温柔吗？没有，只是蛮温柔的，可是是会那种安慰别人的人。可是她也有腔或直，其实阿丽讲话有时候可以讲的，就是蛮就是跟我一样。我觉得我们聊天有聊得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讲话直接。对，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那种讲话很直接的那一种。我没有很温柔，有你有温柔，可是你也是讲话直接的那一种，就跟我一样讲话直接。讲话直接，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讲话直接就是有好有坏，就是对，私底下没错，跟玲玲一样，对对对，阿丽私底下就跟我很像的一点就是讲话很直接。阿丽是声音温柔，她应该也是可以很凶。对，我觉得阿丽应该就是因为被说温柔，也可能是因为声音。不过阿丽讲话很难让人生气，就算有点呛人。对，阿丽就是不会让人生气的那种，就是对。可是我就是直接，很直接。然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很喜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话。你们猜我喜欢什么花？我最近有在研究花语这种东西。花语，花语，我最近紫罗兰不是紫罗兰。不是紫罗兰，你们继续猜，给你们机会猜。情侣花不是，很好猜啊。玲玲花，玲玲花，玫瑰不是，继续猜啊。玫瑰的花语跟我不像啊，有钱的花没不是。哈哈哈，有钱花，有钱花到底是什么东西？谁讲的？太可爱了！有钱花是谁讲的？满天星，薰衣草不是，波斯菊不是。哎，你们都没有猜到一个很关键的花。继续啊，你们一定可以猜到啊！有来我生日会都可以知道，鸡米花不难猜吧？你们不知道吗 ？Happy Love 真可爱。Happy Love 被称赞了，真可爱。爆米花不是，谁叫小雏菊？上庭猜对了，上庭猜对了，是小雏菊，是小雏菊没错。你们知道为什么是小雏菊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是小雏菊吗？晚安，昨天生日会很可爱哦，谢谢你们，真好笑，原来我粉丝都这么的幽默。
是菊花，小雏菊。什么是小雏菊？就是 Daisy 啊 ，Daisy， 就是中间一个黄花，然后旁边的花瓣是白色的那个。嗨，玲玲，还记得我吗？昨天生日会被你戳上来的永成。哦，瘦瘦的嘛，瘦瘦的那个。因为我好像我抽到塔瓦格，可是我忘记是不是了。就是我很喜欢小雏菊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就上网查一下花语，然后。哦，没有，因为这个是限动有 TP 的广告，然后我就点开看，然后就看到是 Daisy 的小雏菊，有黄色跟白色的吧，我喜欢白色，就是旁边花瓣是白色那种。然后它的花语是天真幼稚幸福，然后藏在心底的爱，然后它代表了就是一个小女生，不是那种在里面。在全部里面很受瞩目，可是你只要细细的观察，你就可以看出她的美丽那种害羞内向那种，就很像我。我觉得我的个性很像小雏菊的花语，所以我就很喜欢小雏菊，就是她的花语很适合我。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小雏菊的花语，然后就会发现好像真的蛮像玲玲的这样。我喜欢 Daisy。谢谢保护袋送的脚手布，可惜没有买到小雏菊，不然原本就想要送哎。嗯，好可惜哦。我的花，你们就是上庭送我的花，我还摆在我们家的那个餐桌上面。可是如果我真的收到小雏菊，我可能会开心的跳起来，因为其实我蛮喜欢花的，花就是那种花朵，所以。我十六岁才发现我很喜欢花，就是之前都没有发现我喜欢花。希望你能早点拿到卡片。好哦，小雏菊有和平希望的意思。对啊，因为有看花语，真的觉得蛮适合的，是吧？完全就是玲玲了，所以我觉得我被分到 Daisy 完全就是一个哇哦的。哦，还有纯洁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家影响的人。就是很容易被什么环境还有人所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蛮纯洁的，所以才很容易就是被影响。命中注定就不就是没有，因为我记得我被分组应该是说他们分组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有看凭感觉看吧，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蛮 Daisy 的。Hello， 这个黄鱼。而且我觉得 Daisy 的人真的都是蛮 Daisy 的、啊，是吧？谢谢保护袋送的脚手布。我觉得我最近的妆很橘哎、欸，就是之前比较粉，现在比较橘一点。你们没有发现吗？光口红。哦、oh。樱花组的阿丽还在，萨库拉，我觉得萨库拉也很萨库拉 ，bell flower 也很 bell flower，bell flower。什么东西掉了？我刚刚口红掉了，它刚掉了。来来来，来个口红代言。有没有很适合？有没有很适合？超适合的。这样，趁机拍个业配呀！哈，好 gay 白哦，好 gay 白哦！停止，停止！想说 Daisy 怎么这么耳熟？原来是唐老鸭女朋友。我还真的没有看过《风铃草花》，代言是要说台词吗？全新香是玲玲口红。特别采取，我不知道什么颜色，我卡词了，我卡词了。就是特别采取，就是它的红色，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啦，就是那红色又有点橘色那种感觉，然后帮它取一个名字好了，珊瑚红哦，珊瑚红，我觉得我很适合珊瑚红。你们笑什么？你是不是紧张了？珊瑚红，
我真的觉得我很适合桃红，没有桃红还要再粉一点。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用一些英文。要怎么用英文来代过 ？Waiting for you all years round. Waiting for you， 我等你。全部 years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 waiting for you all years round？ 然后还什么 Megalin， 什么牌子啊？什么什么 Lin？ 什么东西 ？Is red 口红？他说。保护队翻译一下吧 ，Waiting for you all years round。我不知道，完全无法理解，一整年都在等着你的意思。哦，就是一整年都在等着你，是不是？差了这个，一整年都等着你，一整年都等着你，来等着我。笑死，笑死。Waiting for you for a year。For all year you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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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好，对不起，我卡死了 ，sorry. 但是我觉得这英文还蛮好听的吧，是吧？谢谢一晨送的枫叶。我跟你讲，我如果刘海留到这，如果留到眼睛中间的话，我如果留长的话，我真的就是，我没有开玩笑，我真的就直接要去剪刘海了。我就直接跟他说，没有，就是要剪个空气刘海了，帮我剪多一点，然后帮我剪短一点。李玲有没有吃蛋糕？有啊，好吃哎、欸。这刘海不错啊，这人很适合我啊，很消暑症。啊我，哎，帮我截图，帮我截图，各位帮我截图。我要露一下耳朵，这样。而且我发现我留，就是我中分的时候不笑啊，很臭负责。我中分的时候不笑，脸很臭。可是我留刘海不笑的时候，就是有点空灵感。自己讲，叫空灵感，你们懂吗？你们知道叫什么叫空灵感吗？邵雨薇可以形容哦，对啊，我也很邵雨薇啊。我邵雨薇啊，邵雨薇啦，厌世风格，很正哎、欸，就快点帮我截图啦，快点。我要那种妩媚的感觉。梦中情人，好不好？梦中情人，不要再数针了。我喜欢数针。梦中情人感，我觉得我也可以找什么梦中情人感之类的。期待孙雪的业配照片。可是我没有拍怎么办？我没有拍那个，我没有拍睡觉的，我没有不讲错，我没有拍那个，就是睡衣的，因为我觉得不好，因为我觉得我穿睡衣不好看。而且我今天的衣服跟那个生日的照片一样，跟我选的睡衣也蛮莫名其妙，因为是我不好，我觉得不蛮不好看的，我穿睡衣不好看的。好吧，不过有没有发我都还是会买。Happy Love 最棒。
觉得有刘海，左边拍跟右边拍都比较都。哎，我留四下巴，你看。Hello， 小竹炭浅浅，应该选熊熊，熊熊，熊熊睡衣是什么 ？Mina 穿的那件吗？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刘海就会有一种比较，就是有一些须须，我不知道是它没剪好还是剪太薄，还是一直都是中分，所以有点不习惯，很烦，要整理很麻烦。有人说我刘海比较好看，那就刘海吧。可是有，其实如果我算过，好像多数觉得都觉得刘海比较好看。什么时候绑双马尾呢？我今天没有戴绑头发，下次吧。怎么那么喜欢我双马尾？是我喜欢吗？赞。谢谢保护队的剪刀石头，不，剪刀。双马尾可爱，谢谢保护队的剪刀手布，我爱猜拳呢。为什么它都会就是多出几根啊？好讨厌啊！参选次数1111了，对啊，我来截图。看到你从一开始到现在进步这么多，真的替你开心。你们这样子一直讲，我就不想让你们失望。这个角度好看，快要破产了。谢谢保护队花那么多 money 在我身上，不会失望啦。继续加油就好啊，我是说也改变很多哦。好啦，我要在16岁冲刺事业。哦，讲到一样很厉害一样。Hello boy， 你就需要夸奖啊。可是我就会怕让大家失望，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让别人失望的人。就是如果一让别人，因为如果。我一知道别人对我很失望，我就会很难过。冲刺事业，哈哈哈！学业也要顾一下啦。
这双重就是，应该是说事业有顾到，学业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因为老师会关注你，就变成老师会关注你是吧？就如果你事业弄不好，然后学业也没有弄好，老师就也不会关注你。可是如果你是至少事业有弄好，老师可能就关注你一下，说哎呦这学生事业搞得不错这样，那你就要加油哦。我要拍抖音。你们不觉得我眼睛好像有变大吗？你们不觉得我刘海眼睛有变大吗？谢谢博威送的枫叶，两个真的都要顾啦。有对不对？就是我有中欢的时候就好像就还好，可是有另外就有眼睛变大。那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要怎么两边都兼顾吗？粉丝可以教我怎么两边都兼顾吗？哈哈哈，刻意增大感觉微妙。你那什么表情啊，一成？我爸说我长大、欸，就是生日，我因为我家人有帮我庆生，就是8月8号嘛，父亲节他们就吃饭，然后就顺便祝我生日快乐，然后就有包红包之类的，然后我爸就说哇，林佑长大，我就哦我长大了，长大了，林林长大了。就是学校老师也是，我觉得学校老师可以找一真问问。没有，我觉得一真那是太厉害，他功课太好。然后我们学校老师因为也他学校老师也很关注我们嘛，然后他就会说吃多一点啊，这样才可以长大。你真的是太瘦了，我消化比较快一点，你们知道我在考虑我高二要不要化妆去学校，因为他有点注意自己形象，你们懂吗？谢谢宝特瓶送的星之冠，截图截图。长大后就要想回到小时候，那小时候幸福哦。你说每天去补习班，但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过得很快乐啊。我小时候，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比较快乐，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找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然后小时候就是还对很多事情很懵懂，就很多事情想要尝试嘛。然后可是我还是要去什么补习班啊，然后就是去什么补习班，然后我都没有。就是去补习班，也就是没有什么在读，然后就是有点就是像被爸妈逼着读书的感觉。可是现在就是因为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比较乐在其中吧，你们知道吗？谢谢小姐送的枫叶，化妆龄会被教官亏吧？亏吗？会被怎么亏？哎呦，化妆啊，我讲了，戴口罩，就是。化眼化就是戴口罩，真的就是戴口罩。那你这样不行啊！可是我想化。我也只要领个手指，对啊，因为我刚截图，然后就只要手指。尽量不要嘛，真的吗？可是我现在有点，就是因
因为我化妆就变得比较好看嘛，然后我就会有点觉得素颜就自己的，就是就像祖祖那样，祖祖不是说他自己没办法素颜嘛，就是真的没办法素颜。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到祖那种地步，可是就是快要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也是我不太喜欢化妆，觉得麻烦，就是化妆很麻烦啊。可是我化妆算快，因为我觉得我化妆蛮快的。有时候素颜让自己皮肤休息。哦，对啊。谢谢宝特瓶送的枫叶。因为以前没什么故事，还是要改变。对，就是比较顾形象了。跟你讲超好笑，我跟你讲有一次。是上课的时候，然后有人在演那个直播主嘛，然后就老师就突然蹦出一句，就说：“直播是不是要顾一下形象？”我就心想说：“你在讲我吗？你在讲我吗？”形象欸，没有，因为我之前还不懂形象的重要性，或形象要怎么处理，然后现在比较了解，你们懂吗？你们有懂啊？就是其实也叫改变，然后开枪。真的很扯，我真的傻眼，我傻眼，他直接开枪，怎么是要顾一下形象？好哦，对不起，我错了，对啊，我问号。可是我觉得是故意在讲的，就是明就是因为他那个桥段本来就是在演，就是直，他在演一个其实就是长得没有很好看的一个女直播主，可是他又是直播主，所以他就是戴着口罩，就是戴口罩直播，然后拿下来就是怎么全部都是灰，然后长得不好看，然后老就看到就是。直播需要顾一下形象，那就不是啊！他明明就顾，因为他本身有戴口罩，所以我觉得老师故意亏我。不过因此而让林林改变的是，不愧是老师。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很好笑。谢谢欢迎在身上的口罩。林林喜欢看韩剧吗？我现在没有什么在看剧，因为没时间了。老师好坏，算了。算了，但是你知道，有些老师就是比较喜欢就是闹学生，欺负小孩。谢谢博威送的医用口罩。没关系啊，我觉得蛮可爱的，欺负小孩。对啊，以后欺负回去，你知道长大后，我终于知道什么大人喜欢欺负小孩，因为他们在小孩子的时候也是被大人这样欺负的。谢谢保护在上的讲到手部。你知道平台前面不是说他在随身携带小剪刀吗？可是我有随身携带小剪刀，他说可以剪刘海，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修刘海，我不知道怎么用小剪刀自己修刘海。长大以后可以欺负前趴，不行啦。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跟学姐学妹一样关系啊，可是学姐看学妹就是，哦，然后只要学妹变得学姐，就也是看学妹，这种，然后感觉，我刚刚表情有做出来吗？就，我蛮喜欢那种一语道破类型的人，因为前几天就是跟雨晴前辈聊天，因为猜拳大会，然后我们就在聊，也是一样，就是怎么兼顾什么事业跟学业嘛。然后就我就跟他说，因为现在暑假，我的生活作息全部被打乱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生活作息被打乱，因为我就说，因为上学的时候好像就是真的会很累。可是也没有在上顺着上课，可是就是很累。他说：“哦，我帮你找到重点，因为老师。”他说：“就是因为老师。”我说：“哦，是因为老师哦。”他说：“好好吧。”萧山骑车去买饮料，太坏了吧！就我喜欢那种一语道破类型，就是可以
一讲一句话就是找到我内心很疑问的点的那种。谢谢去冰送的玫瑰。想象了一个在呼唤三级生的画面。去买芭乐，帮我买芭乐啦！这样我不会这样吗？我不会叫学妹帮我买芭乐。雨晴那么厉害，遇到不对。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就可以遇到货，我就喜欢遇到货类型的人，就例如说就是像形象，就是直播刷酷像形象这种，我就会觉得哦好一语道破，很厉害欸，还是只有我不知道直播酷形，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啦，就感觉三级生很畏惧玲玲，不会他们很爱我的。我绑一下腰带好吗？谢谢博维送的掌声鼓励。叫玲玲，玲玲前辈，玲玲前辈好，玲玲前辈好，有点难想象，讨厌。三级生如果比玲玲年纪大会尴尬，就像现在晨晨前辈一样嘛，感觉就是会啊，感觉是，可是我感觉会年纪比较小欸，就是。感觉都是那种十六十七岁妹妹，感觉，我感觉会要这种十六十七岁妹妹。可以帮我写榜了吗？我想要早一点念榜。你知道我现在会用那个发卷，不知道怎么用。有了刘海玲玲以后比较不会拒绝露额头，你是否该叫车了？爸爸，帮我叫车好不好？帮我5588一下。还好有跟露额头的时段时期，还好。我又真的。以后照镜子都在整理刘海，对啊，我觉得刘海就很难整理耶，絮絮很多，然后又很容易塌，然后就在那边就拨来拨去，好像很好呢，很好什么？你说脸啊？没有，我觉得我脸有小一点。可以喷个固定头发的吧？谢谢宝特瓶送的枫叶，谢谢剪刀宝物队送的剪刀手布，我要来猜拳。
第一名是，第十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第九名是饭团，谢谢饭团。第八名是一晨，谢谢一晨。第七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六名是洛瑞笑笑，谢谢洛瑞笑笑。第五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四名是飞宝，谢谢飞宝。第三名是爱打咏春拳的小孙，谢谢爱打咏春拳的小孙。第二名是 Happy Love， 谢谢 Happy Love。第一名是保护队，谢谢保护队，爱你们，谢谢。不会，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压力好大。我是不是眼睛有变大？你有喜欢就好，我喜欢你，我喜欢花。生日快乐，谢谢！16岁第一次直播，赞！我最喜欢比赞，你知道什么？玲玲晚安，生日快乐！谢谢博维，谢谢宝特瓶，谢谢阿仁。谢谢，再说一次生日快乐！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小杰，是否绑太紧？你说这个吗？还是哪个？我在想上厕所。谢谢保护队，谢谢永春，谢谢向庭。我来截个图好不好？截图，截个16的图。今天还没跟上，我想上厕所啊！今天不是17:10，我想上厕所，可是现在剩5:4了，快要结束了，所以就没有打算上。但是没有等我上完再回来，然后再跟他说拜拜，差不多也是直接关播了啦。待会再传给玲玲，好哟。谢谢保护队送的奖手布，到时候我再寄一张小卡，让你放啦。好啦，谢谢。这是什么鬼？还有5分钟，对啊，还有5分钟，等你们。那这样可以留到明年再用，是吗？希望你之后拿到卡片会开心。好哦，我来拍起来，我做个纪念。Happy Love，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觉得我剪刘海好像零16岁也要这么单纯天真可爱哦。好，我妈刚打电话给我，我妈刚打电话给我，三月。
签证保护对，不然你就要改名。没有，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保持，就是莫忘初衷吧，莫忘初衷。对，那就莫忘初衷。难怪卡。对啊，我妈突然打，我自己也觉得怎么变了？然后原来是我妈打电话给我。妈妈帮你叫车了，是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帮我叫车哎、欸。看一下。你先付妈咪再给你哦，我刚才念。我等一下要去拿礼物了，因为好像我刚好像刚刚有收到蛮多礼物，我好难去领。不用念妈妈的，我刚滑下来，然后好像学习啊，这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哎、欸，他应该还没有帮我叫，不过我等一下会自己处理。如果他没有帮我叫的话，我可能就是也是自己叫警卫帮我处理。我会问，我有嘴巴我可以问，就是我叫车，我要拆礼物了，对不起，好吧。好了啦，妈妈那么担心，应该是说已经很晚了，再加上今天下雨，天气很黑。因为今天我6点半来公，7点半来公司的时候下雨，然后天很黑，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觉得有点危险。谢谢宝退动碰了整个时候不。保护队。努力赚钱，要破产的感觉。好啦，好谢谢你哦。可是我觉得保护队应该也就是喜欢我，就是单纯就是因为我很单纯、天真、可爱，这样是吧？其实我也蛮疑问，就是保护队就是喜欢我原因诶，就是。但好像也没什么原因，就是喜欢这样。好啦，拜拜，拜拜，大家拜拜。55178网页可以直接交车是吗？好，拜拜。拜拜拜拜，上庭拜拜，阿仁拜拜，宝特瓶拜拜，他不是在写自己的名字上了吗？什么东西？谢谢博维，拜拜，回家注意安全，谢谢，谢谢宝特瓶，谢谢小猪耳朵，谢谢保护队，谢谢水果教主，拜拜，拜拜宝特拜拜，水果教主拜拜，小杰拜拜，一晨拜拜，欢迎再晨拜拜，大家拜拜。